除了纸条 APP， 我只能给你们安利一个作文素材来源的话，不会是百度。百度找素材简直像在蒙多多里淘金，质量一言难尽。也不会是作文教辅书，除非你能用82年的作文套路写满分作文。如果系都有呢份，我系加上一个期限。我希望系人民日报公众号。作为一个权威的官方账号，别人挣扎着日更不咕咕的时候，他每天早6点发新闻，晚10点灌鸡汤，中间展示政府工作成果，夹杂民间好人好事，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同时，偶尔还带国家分配一下狗粮。狗粮不一定管饱，作文素材绝对管够。而且从人民日报抄作文素材，有着连纸条 APP 可能都拼不过的好处：一是信息可靠权威，能保证内容的准确性，人家可是人民日报哎；二是作文的篇幅虽然都不长，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特别适合没有空看长篇累牍报道的学生党；三是紧跟时事热点，而且着眼国家大事，分分钟压中下一次的作文题目。四是正能量素材多，符合考场作文的基本要求，总有一款素材适合你的下次作文考试。甚至有很多推文里把视频报道做成了 GIF 加文字的形式，不方便戴耳机的学生党狂喜。如果你有入坑的打算，非常建议你专门找一个活页本，按照我接下来说的5个分类来记录。第一，爱国人物素材，写考场作文，尤其是议论文，大多数使用人物素材的情况都是一句话带过。打开文章之后，之一建议纸条们先精读一遍文章，然后参考这个模板记录核心信息，及时更新你的素材库。比如打开这篇发布于3月29日的文章，讲述了禁毒英雄父子的事迹，我们先精读一遍，留下印象，然后找出关键信息填进去。也可以把文章标题记录下来，如果之后想补充细节的话，可以利用号内搜功能找出原文来看。又比如讲述彭世禄的这篇文章，同样篇幅不长，字字珠玑，把彭老波澜起伏的经历和他人生的高光时刻都写出来了。彭老还是个老党员，临近建党100周年，这个素材也要收好哦。其他同类素材都能按照这样的模板来记录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调整。第二，时事热点权威解读，出自人民日报的分析解读，同样的简洁，同样的精准，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写作内容和角度，让一个素材能用到多个题材里。比如这篇对新疆棉花事件的复盘，用几张逻辑明了、排版清晰的图片，把新疆棉花事件背后美国处心积虑、不择手段、歪曲事实、装聋作哑、恬不知耻、实行径说得清清楚楚。前一阵子，广电总局准备出台广播电视法，就是限制劣迹艺人的那个。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，会发现这个新法规也能用来论证很多观点，比如其中保护未成年人的举措，就能说明青少年教育不限于校园。更在于日常，也能体现国家对青少年成长环境保护的重视，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，艺人违法后不能再靠抖风头重新上镜赚钱，都能说明法治社会建设越来越完善。更多一看就懂、一视多用的新闻分析都在人民日报里了，还不赶紧抄。第三，身边的正能量素材，如果说什么类型的素材能够横行语文考试畅通无阻，那一定是各种正能量的素材。而人民日报发的素材适应的题材还贼多，比如4岁女孩为了救贫血的姐姐捐献造血干细胞，表现也十分勇敢，适用于亲情勇敢等主题。比如张顺东、李国秀夫妇，虽然因为残疾，两人一共只有1只手2只脚，他们也依然自力更生，甚至供孩子读上了大学，艰苦奋斗，不畏挫折，自力更生，都是这一对夫妻的标签。再比如职业是壁画师的95后女孩佳佳，在法国街头穿汉服弹古筝的95后彭敬玄，在某音发布京剧美妆视频的王梦婷，传承非遗折纸文化的00后大学生刘江辉，他们都是宣传中国文化新时代新青年的最好例子。而这4个素材，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就都写完了。第四，充满反转的亮点素材，无论是我们看网文还是老师改作文，有曲折有反转的故事肯定更抓眼球，也更能拿高分。得益于人民日报标题党的调性，这类素材也是一抓一大把。震惊，一个司机将乘客赶下车，竟是因为在路边看见了。震惊，13岁妙龄少女无共搭讪陌生男子后悄然离开，竟是因为。震惊，公交车肇事撞上小轿车，网友们坐不住了。这些报道有的是好人好事，可以写乐于助人、社会关怀等话题，有的是爱岗敬业的标杆，可以写职业道德、职业素养的话题。天天更新，领域广泛，只有你记不完，没有他发得完。第五，名人名言和时评金句，这一点你们可能比我还熟。人民日报文章里的金句简直是不要太多，至于随手给你们上一段吧。什么？你说你懒得一句一句的找？贴心的纸条君，给没时间慢慢找句子的你们，安排了一个专门收集人民日报精华内容的专栏。关注微信公众号作文纸条，回复人民日报名场面就能看到推文合集。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